怎么了？我还正好想去给你送点零食呢。进去说吧。 都决定要跑路了，今天为什么还要来？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是觉得亏欠我吗？你挪用的钱根本不是给你妈妈看病，拿去给她炒股了。你哪弄来的呀？同名同姓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 很难以启齿的数字是吗？亏我还这么信任你，你说你妈妈生病了，我甚至去银行借贷款给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？对不起，温家，确实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真的走投无路。你别来这套，你的眼泪不会换来我的同情了。我劝你，赶紧回头，兴许公司还会网开一面。你躲不掉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从这个屋里出去，你以后还怎么在这个行业里混？